張超雄議員，希望都係如果有啲政府根本重答都係咁上下內容嘅，希望。我聽到頭先話即係副局長就話從來未見過處理新咧係出過事。我想問我哋照你所認知或者香港開埠以嚟，有冇處理過一個100萬立方米嘅新呢一個咁樣咁大規模嘅工程啊？有冇？政府有冇處理過？多謝主席。其實之前都答過啦，就其實零星嘅即係案件事件，我哋係處理過啦。咁今次呢個古洞北咧，事實上嗰個規模係相對大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詳細設計嗰個階段咧，我會更加去詳細檢查究竟嗰個新究竟個範圍有幾大，從而去制定一個真係好實際、好具體嘅一個除污嘅方法。咁其實環保署都有一個要求啊，我哋會整一個管理嘅計劃，同埋我哋第時監測點樣去保證我哋嗰個除污工作咧係受到呢一個環評嗰、那個嘅即係符合嗰個要求嘅。多謝主席。即係冇試過處理咁大規模嘅新啦，好似。佢已經答咗你，不過你領悟佢嘅感覺得。好嘛，咁我相信都盡量都為市民都問咗好多嘅問題啦。咁最多嘅都去到13次啊等等。咁如果而家再冇其他問題咧？